真的和你讲过啊，我跟我女朋友已经分手啊，所以以后卖跟某我女朋友的代志。田伯那讲伊和阿娇分手啊？李田伯，你敢动嘞？爸妈，啊，恁两个住个嘛是家？李田伯，你真搞嘛哈？大学读册嘞，让你嫁着大学糟囡啊，就无爱阿娇啊？你拄只和你同学讲你和阿娇分手啊？无你这么是变相棒啊哈？田伯啊！你跟阿娇分手，这什么情形啊？我哪会拢唔知啊？阿姐，发生什么代志啦？田宝啊，拄只吼，甲外面的人讲，伊和因女朋友分手啊啦。田宝啊，你当阿娇的面，将代志甲我解释清楚哦。哎呀，姐，您真正误会啊啦。是之前哦，阮哥欠钱，去学堂一只人讨笑，因竟然走去田宝的学校哦，甲阿雷解讨钱呢。虽然这件代志我已经处理好啊，不过阮今日赶快代志阁发生，今日拖累天宝，拖累伊一家伙啊，所以阮就惊啊先分手。啊，原来是安尼哦，我要把我惊死，我就做恁真正分手啊嘞。嘿啦，你卡在啦。爸，啊你要拄着代志，莫这样冲动。阿娇啊，我知影你惊啊和天宝啊分手，是惊讲哦，阮这口罩人叫地下之争娇娇。啊，不过万不利吼，迄白贼话讲的讲的，若变成真的，安尼是要安怎啦？阿姐，你放心啦，我相信田宝对我感情袂变。分手哦，是对外口人安尼讲的尔。阮两个是毋是有做伙？感情是安怎？阮两个你知就好啊。阿娇因哥哥根本是一个未爆弹，早晚一定可以出问题。好佳哉是阿娇主动提出假分手的提议，要若无，我嘛真为难。阿娇为着咱家付出这么多，我一定好好对待伊。没有联系方式。阿姐，你好。爸，安怎用过来啊？哎，坐啦。啊，着之前阮爸有小中风啦，拢是伫只看病。我今日哦来只替伊摕药啊，着想讲顺续大家阿姐说一下多谢啦。你含湘琪是毋是真好个朋友啊？啊。阮确实袂歹啊，这湘琪是不是最近有卖什么偶像啊？偶像？爱就因为哦一张门票啦，答应妈妈去相亲啊。伊去相亲？我嘛感觉真奇怪，伊湘琪的个性哦，伊是无可能答应的。湘琪若是相亲成功，就会有男朋友。我若是想要阁拄着参像湘琪这么好的对象，恐怕是无机会啊。啊，湘琪是甲什么人相亲啊？是饭店集团的头家仔。啊，想袂到阿叔甲阿姨这么早就伫替湘琪找对象。我着小姐慢慢讲哦，讲先熟悉啦。啊，以后代志后再搁讲。我传这么多讯息，湘琪拢无看。刚讲伊还搁伫甲人相亲，想做相这么久啊？刚讲已经接受伊妈的安排。决定要跟相亲的对象交往啊！万一相亲真跟别人交往，安尼我甲副院长嘛不关系好友啊！以后我伫医学系嘛无认命好去，安尼我到底是要安怎才好？可能歹势，啊！我这后生个性太过老实，太过调皮啦，就和人讲话，袂啦，还是讲少话啊！啊！你这么少年，就伫个饭店做餐饮部的主管，能力真好呢。啊，有啥物经验会当教阮相持无哈？其实哦，就简单，只要会晓淘汰，有一个富爸爸就会用个。啊！我到底较正经好唔好？我这后生还含慢讲话，还佫爱睏生笑，请你唔通见怪哈。我顶多感觉少话哦，哎，个性足单纯呢，啊，有啥物就讲啥物，甲阮湘琪的个性拢同款，恁两个哦，一定足有话通我讲的啦。和因少年人家己去开讲，我先带夫人来到阮饭店，是过行行看看，小参观一下。夫人请。你敢是头一次来相亲？嗯。拄仔我的表现安怎？到互你看到我，就感觉足讨厌啊。我感觉真趣味啊！啊，不过，歹势呢，我对你哦无心动的感觉。免歹势啦，因为我对你的感觉嘛是同款的。啊，既然咱两个人嘛无要交往的意思，我感觉较直接，对咱拢好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另外有介意人啊？
我即马是有介意啦。我若是想到伊哦，我就会感觉我心跳跳足紧的。你是不是有介意人啊？我确实是有一个足介意的人啦。啊，不过真可惜，阮这世人哦是无机会当做伙啊。是安怎？在咱这种家庭成长的囡仔，想要跟什么人交往，要跟什么人结婚，敢有选择的自由？啊，不过我认为，只要是我介意的，我一定认真去争取。你真正是一个真有想法，嘛真有勇气的查某囡仔。我若是会当亲像你遐尼勇敢就好啊。啊，只要你真正足介意的，你嘛一定会呀，加油！今仔日哦，咱是来相亲的呢。啊，真倒是你咧鼓励我，叫我去追求我介意的查某囡仔。啊，安尼想起来嘛真好笑。哎呦，啊，感情的代志本来就袂用勉强的啊。好啦，安尼我即马就用茶杯来甲你干杯一下，来。好啊，干杯。